深夜男生宿舍，即时已到，准备动手。没吃的了，老六，紧急救援，急需空投补给，赶快拿走，别打扰我睡觉。老六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个仙人掌干嘛？你懂不懂啊？这玩意可好吃了。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，苦死了！吃掉。大哥，这玩意要跟调料拌着吃。你不早说。加入3.14159286调料，再来个玛莎鸡。哇，跟酱黄瓜一样，吃一口。脆嫩爽口，还能拉丝。搁点果汁。对了，老六，你这仙人掌哪来的？男厕所旁边摘点。你说什么？